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荒漠甘泉，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。我们曾信，路加福音24章21节。我常常觉得很难过，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不是对耶稣说我们仍信，却说我们曾信。可怜，他们以为事情都完了。他们若是说似乎每一件事情都使我们失望，似乎我们的信心落了空，但是我们并不放弃，我们相信我们要再见他。如果这样说岂不好吗？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说，他们站在主旁边，脸上带着愁容，以为主已经死了3天。难怪主责备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哪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亲爱的，我们有否相类的情形受主同样的责备呢？我们宁可放弃任何东西，每一件东西，却不能放弃对主的信心。让我们不像这两个门徒一样，把我们的信心变成了过去式，说我们曾信。让我们永远坚持现在式的信心，我们永信。